表扬会中，首先由云林县伦贝乡落农代表李新之等四人向蒋院长和谢主席敬献纪念品，感谢政府加惠农民的德政。谢主席并颁奖表扬全省特优村里长133人和基优村里干事50人。谢主席在会中强调，省政建设的成功在于基层人员的健全。他勉励公务人员要做到为民服务，随时发掘大众的问题，去克服困难，解决困难。会后并举行村里业务座谈会，讨论加强推行消除脏乱工作和健全村里基层组织等议案。